经各方协商，在3月30日至31日安徽屯溪举行的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期间，将召开阿富汗问题中美俄加磋商机制会议。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大使将主持会议，美国、俄罗斯、巴基斯坦三国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将出席，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将集体会见各方与会代表。中美俄巴都是在阿富汗问题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，我们期待通过此次会议与第三次阿邻国外长会形成积极呼应，进一步凝聚各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共识，推动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加大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支持，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、稳定与发展。